我这次来到了一个，就是一个这个很特别的地方。这个信箱，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信箱。在这个信箱里面呢，大家可以给我投信。吓死我了！在信箱里面，大家可以给我写信啊。主要就是你看我的魔方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每一站呢，我都希望能够在演唱会上读到大家的信，然后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，聊一聊看到这些信的一些感触。这次我特别加了一个日落篇，因为我后面出了一首关于夕阳的新歌嘛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以夕阳为主题，以日落或者夕阳为主题呢，夕阳。多给我写一些情诗啊。不用情诗也可以吧，就都给我写一些诗。对，一旦特别好呢，我用作歌词了呢，是吧？好，我觉得这个大魔方我还挺喜欢的。我希望每一次、下一次去其他城市，我都可以带着它，然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多发言，然后我会抽取，我特别有感触的，在演唱会的现场，给大家做回复。好。那时间够了吗？不够再聊会儿。行，不够。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呢？我看看这个魔方上面。哦，对了，每一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。比如说上一次，不是在宣新歌合并嘛，所以就是一直有那个 bad ending 和那个 happy ending 的这样的一个主题。所以这一次换做了一个看一场日落。看一场，不要瞎猜啊！看一场日落不是我新歌的名字，不会起这种名字的。我跋涉千里，这个是歌词，这个是我里面的歌词。其实我还蛮喜欢日落的，因为是我就上张专辑，同名歌曲是我里面也提到了日落，所以这次这张专辑应该在明年就会发了，所以里面专门为夕阳写了一首歌，好，投票的地方在这儿啊，不是很大，但是再大的信也能装得下。OK，OK 了，那就这样，我去准备了。